睇到呢啲嘢之後，你覺得你想警方處理個 issue 係啲乜嘢咧？個 issue 可以係執法者打人，亦都可以係我哋懷疑人冒警打人。你個 issue 亦都可以係有人冒劣呢件事，好似有人講係漫畫件事係冒劣呢件事。究竟你覺得呢件係嘅咩 issue？ 呢個係你主觀嘅睇法，你可以去陳述。你希望警方用咩角度處理呢件事？你可以提供。